5月22号，迪丽热巴一组寸头造型杂志封面图曝光，首次挑战寸头造型的迪丽热巴突破以往的甜美可爱形象，英气十足。迪丽热巴以姣好的外形出道以来，各种时尚大片的邀约接踵而来。这次在某杂志的封面照上，长发飘飘的热巴勇敢挑战短发造型，实现了自我突破与改变，呈现了自身独特的气质魅力，带给大家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，充满了新颖的活力气息。在我们的印象中，热巴一直都是长发的造型，或黑成直，或者大波浪等，很少有短发的时候，这次竟然直接挑战了寸头造型，也是非常酷了。芒果捞新闻，不管什么发型都能让热巴的颜值撑起来呀。报道。